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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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所以就是说，就是但我不会害他嘛。那但是就是说，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，那就是一个默契啊，就是一个默契。那在音乐里面好玩就是这个，就是大家玩得很有压力，但我学不起来呢，我很难练呢。那打一打我反拍打不出来。那个其实这个也没关系啦，但是过程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在打的时候，基本上两个人之间的这种默契，基本上它是需要一些感受。然后再来就是你节奏在运作的时候，稳定度哇。多很少，或者是我可能我想要做很多的动作的时候，其实只要在我的声音里面去做表达，做多做少，其实他可以知道说，哎，他那个时候他要用什么方式来扫到鼓手。那一样，当今天如果换成贝斯要去做 solo 的时候，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衬托他？我不能永远我都是百花绽放，然后他就是绿叶，不可能。有时候角色是会对调的，所以在这些过程里面，就是说，如果没有现场这样直接的话，可能会没有办法感受到现场实战的样子是怎么样。所以大家来了之后呢，有机会体验一下，东西不用复杂，不用多，那委屈他，他要不断的一直相同的旋律弹很多次，但是大家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得到体验，然后再来相对的，你从这个过程里面，你知道说，未来如果你期末的时候跟其他人一起搭，这么多个声音，有吉他，有贝斯，有歌手，有鼓手。你很多声音搭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你很难同时分辨这么多个乐器，所以我们现在尽量让它越少越好，越少越简单。只有鼓平常你就在打，只现在只多了一个声音进来，所以呢，你让其他的声音进入到你的节奏里面的时候，那个搭起来的感觉跟效果其实有点不太一样。OK， 来下一位，来请主啊，你慢慢弹啊，我走了，我们来慢慢弹，1 2 3 4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我们如果最后期末大家才有机会那两次上去，可是一大堆人上去，其实在那边轮番上阵，没有真实的那么样靠近的机会，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很真实有一个乐器就在你的旁边，就是他真的弹给你听。所以在这个现象里面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大家有一个经验，那大家体验这个过程，然后再来就是从中你会发现，我的问题是什么？那我遇到这些问题，那我应该接下来该去做怎么样的方式去做解决？还有就是我们课程上了这么多的内容，最后你要想办法把这些内容实际的用在
真正的乐团的搭配里面。那学以致用嘛，你学了不能用，你学了很多啊，好难练不起来，这些都是鼓手，每一个鼓手都会遇到的问题。好，那但是遇到这些问题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得要把它混进去，啊，混进去之后，再从中去做修正。那修正完的东西，它就会是最好、最精确的东西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没有说哦，我在家练一百分，我去搭才会一百分，没有，你跟他弄。你从60分开始弄，你从30分开始弄都没关系，但是最后弄完之后你及格了，那就是对了，那就可以，好，那你就是一个可以表演的表演者这样子 ，OK， 好吧，那我们东西收一下，我们其他下礼拜见。